我们再看无量寿经好了，无量寿经有没有重视十善业啊？有，很明显的，很大篇幅的，从32品到37品，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，6品经文都有着重强调五戒十善的重要性。可惜哦，现在人呐，对于佛经的重视性比不上古人啊，认为这个佛经，认为儒家道家这些经书啊，都是固执堆，跟不上潮流，跟不上时代啊，甚至还认为这些都是迷信。其实这个都是什么误会，而且这个误会的时间呢还蛮久的，多长时间呢？说远一点吧，差不多200年了。200年的时间，我们忽略了儒释道三家经典的认真的学习。那要真正把这些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全都能够看得懂，有一个工具，首先我们要能够掌握。什么工具呢？就是有文言文的底子。你看这个大藏经，再加上祖师大德的注解，全部用的是文言文写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您如果没有文言文的这一个能力哦，看经文，甚至于分段，您都没办法分段，都不能够断句，您怎么能够知道他那个意思呢？有人就说，为什么古人不早点发明这个标点符号啊？这样让我们方便看呢？从这儿您就了解到，古人比我们今人有智慧啊！古时候没有标点符号，居然他也知道在哪里分段。这就是中国文言文有智慧的地方啊！您再看一下《四库全书》有没有标点符号？发明标点符号，那这还是这近代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比一比啊，这个中外的这些书籍，我们就知道中国人这个文言文这个工具啊，是法宝啊。所以我们想要把经典看清楚，最好呢是要多学习一下文言文好。这是我们附带说一下，下面再解释另外一句经文：所行持敏行者，愿求己之所行，能如世尊之持敏行也。这是讲到大慈大悲了。人呢，都有这个悲心，但是如果没有智慧，我们的悲心呢，慈悲心也会被别人怎么样呢？利用。现在人不肯呢求智慧，每天呢都想到怎么样得到名闻利养。假如说我们一天到晚都钻在这个名闻利养当中，那就会有一些人呢用这个方式来诱惑我们去上当。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事情多不多啊？光是澳洲，偶尔看一下新闻报道，就听到一些什么新闻，我们都觉得好惊讶，怎么现在人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其实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不读古书之过啊。他如果能够读佛经，他有智慧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有慧眼去判断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我们就有这个聪锐的耳根来判断对方讲的话是真还是假。所以学佛到底学什么？一句话，就是要长自己的智慧，要让我们有能力要辨别什么是是非善恶、利害得失、真假。那从哪里开始做起呢？刚才所讲的十善业道首先开始做起，其次呢再做到菩萨六度。
六合敬、三福三学、十大愿望等等，这是我们要把它做到。您能够把这些都做到，当然心呢就清净了，心就平等了，智慧呢同步，它也就快速的增长。别人愿不愿意去学，愿不愿意去做，我们无法干涉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他是非要学非要去做不可的，谁呀？我们自己本身呢，我们自己如果不学，我们自己不肯老实信受奉行，那我们自己吃的亏上的当就多了。所以我们呢要依照佛菩萨的标准去做，那这是一条光明大道。而且我们现在所依循的标准不是一般的标准，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我们是以阿弥陀佛为绝对的标准，这当然不会错了。后面提到，世尊以无缘大慈，大家看呢，佛是什么样的大慈大悲呢？是无缘大慈。换句话说，他那个慈悲啊，是不提不谈任何回报的，关心众生，照顾众生，是绝对平等的。上至帝王，下至平民，在印度嘛，他们有四姓，四个这个等级的差别。对于那些奴隶贱民，佛呢也是看着他们像婆罗门一样，像刹帝利一样，没有高低之别。这就是佛的真正的存心。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，他这个名号也透露出慈悲。释迦是什么意思呢？翻成中文就是能人，也就是大慈大悲。牟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极净，就是清净的意思。所以对待众生要做到释迦，对待自己呢要做到牟尼，对待别人要大慈大悲，对待自己呢要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。这是这一个佛号的表法的意思。下面再举个比喻，哀悯众生等同义子。佛看待我们所有众生啊，好像是看待这个，好像是父母看待他的独生子、独生女一样。那既然只有一个小孩嘛，那当然是爱心全部灌注在这一个小孩身上。佛就是以这样的心来看待我们每个人的。整季附和熄灯彼岸，佛眼目当中他看的一些众生跟他是一体的，所以佛要就把这所有的大众个个都能够升到西方净土。那佛对我们大家是生生世世不离不弃呀。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缘分很殊胜，又得人生再闻佛法，那今天就看我们肯不肯继续的修学佛法。谁肯照做，谁这一生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佛对我们的照顾是生生世世不离不弃呀，没有离开我们呐。那我们呢，可以讲好多生好多世啊，遇到佛不认识对方，还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凡夫来看待，这是我们没有智慧之眼。